教练，你看衣服漂不漂亮？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要更加努力筹备一场婚礼，绝对不能让庄先生女郎失望。你他的手。喂，庄先生。我现在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可以请你明天睡醒之后就忘掉好吗？每周一至周四晚间8点，结婚好吗？